끝은 그대로 자는 거지. 어떤 우리의 온도 차이. SM 日前释出了冬季专辑的预告，当中的歌曲这次由旗下艺人们跨团合作，首先释出了 aespa 和 Red Velvet 的圣诞歌曲，已经让粉丝们都对未来的歌曲充满了期待。前 SM 发布了由社企 Karina、Kai、Gino 所演唱的 Hot and Cold 舞台，俊男美女的梦幻联动让人兴奋不已。其中社企和 Karina 的双人舞，那夸张的美貌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，一举一动都美得像一幅画呢。SM 真的非常了解旗下艺人各自的特色，一定要等不及之后再释出更多的歌曲啦。